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拼多多跨境特么运营实操营，包含开店注册、选品、合价上架、日出签单的实战课。这是课程的目录，包含这个老师的自我介绍和课程框架介绍，包括为什么做跨境电商，为什么选特么啊，适合哪些人群来做，还有特么的这个零基础教学，包括开店啊，如何选品，如何打造爆品，还有工厂实操，还有无货源模式，商品上架，如何使用 ERP 啊等等。还有发货和条码，包括打包运营都有详细的介绍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是21节视频课，讲得非常好。如果想要做特么的话，这套课程很合适。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跨境特么，或者是特么运营，或者是特么运营实操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